二号台何文冲、董毅，三号台叶红星、冯超，四号台白云鹏、夏红岩，五号台李博、张立国，六号台赵雷、刘俊岩，七号台严曙光、马良，九号台孙鹏、吴晨星，十号台朝鲁门、张黎民，十一号台于红、杨宇浩，十二号台朝鲁门、李贺，十三号台常乐、刘勇，十四号台王玉恒、李恒，十五号台戴勇、陈海成 ，TV 二号台郑腾、莫景浩 ，TV 一号台殷大松、杨少杰。请还没有进场的运动员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。董毅，请到二号台参加比赛。于红，请到十一号台参加比赛。
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赛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手机调成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观看比赛时，请保持赛场安静。谢谢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英之固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临沂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97至112场的比赛。第二阶段96进48的比赛采用的是限时120分钟、21局11胜、丹麦淘汰。下面向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裁判员张泽征，运动员何文冲、董毅。三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尹红星、冯超。四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白云鹏、夏红岩。五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李博、张立博。六号台裁判员赵帅，运动员赵雷、刘俊岩。七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严曙光、马良。九号台裁判员郑俊立，运动员孙鹏、吴晨星。十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超鲁文、张黎民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于红、杨宇浩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超鲁文、李贺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刘欢，运动员常乐、刘勇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王玉恒、李恒。十五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戴勇、陈海成。TV 二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郑腾。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记录裁判员杨小雪、李智慧，运动员殷大松，缅甸选手杨少杰。现在比赛开始。